当时打的，我伫等车的时候打的嘛，啊打的啊，我就有闪电啦、啊，啊结果有人照相，我就想就奇怪，人照相就打的就断掉了。哦，安尼哦。外线那边坐公车往左上，可以。这是高速公路，接驳车是高速公路吗？没有，接驳车是上那个台北，他们直接上台北，他不。现在是发生什么状况、啊？现在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？就是电车线被雷打断掉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就是接驳的信来，就坐在外面坐公车的样子，上下行都是这样子。那列车开到哪里？那直接到台北。不是列车北上到哪里？南下到北上到我们那里而已啊，然后北那南下就到莺歌而已啊。哦，那这样影响几班呢、啊？影响几班啊？看时间，要是越久的话，影响越多啊。对，那列车线掉落的地方在哪里？在这个北边而已。北边多远？你现在平交道那里、啊。那个那个挡起来的那个平交道。是。